滾如沙，前後開弓射埋雕，高出低伏覓良機。步型步伐是成獅中最基礎最重要的基礎動作，它對獅子的整體形態形神起着重要的作用。馬步，雙腳開立，屈膝半蹲，大腿外展，腳跟外蹬，雙臂前伸，作握獅狀。虛步，雙腳拉開，一前一後，右腳崩平，虛點地面，左腳支撐，重心後撞，身體前傾，虛實分明。弓步，左腳前跨，腳尖內扣，右腿崩直，屈膝半蹲，雙臂前伸，身體前傾，目視八方，不怒自威。咁其實北獅同南獅咧，就係由於有一樣嘅地域唔同，我哋簡單有句説話：一方水土養一方人。咁而且北方由於佢個氣温係比較凍啊，咁佢嘅獅子咧係包得比較嚴實嘅。咁而且佢嘅舞動個過程個技藝咧，同佢北派個雜技係比較相類似。咁作為北獅咧，離唔開佢本土嘅文化。咁但南獅，跟它有一個區別，南獅呢一般以前展演是以單獅來展演的，就是以講究一隻每一頭獅子的展演功架，即是說用一隻獅子它獨特的藝術，將功夫、形神、動作、表情全部綜合展演裡面。在表演的裡面呢，步型、步法、形神，每一個動作的配合和古典的配合要非常默契。